哎，小林，我们这种步道还要走多久啊？这个平的大概四公里，平的还有四公里，然后结束完之后再1.6公里。啊？为什么会四公里又1.6公里？这个平的路大概四公里，然后后面很难，越来越难，然后大概500 meter， 大概再爬500公尺的爬坡是吗？哇，对。好像是101的高度，很嗨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对，再慢慢去，慢慢爬。要喝到这杯抹茶不容易哦。那个妈妈好强大啊，背着小朋友，对，十公斤，好了，搞得好像蛮弱的。对啊，我帮你背，我背你啊，不要，这种小事，不要了，你们背就好了。那里有猴子，猴子，这里也有猴子。哎，喂，真的看错地方了。阿姐，什么问题？很多猴子是因为这边有香蕉树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这一片森林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你看，你以为猴子只吃香蕉吗？那没香蕉，我要吃什么？对啊。所以嫩芽、新的这一些叶子，或者是任何水果的任何树节的果实，都是他们的食物。哦。所以猴子吃香蕉是我们的误解。猴子吃香蕉是因为我们太方便，剥一剥就塞给他，就拿起来就吃。但什么水果吃都吃，什么水果都吃，而且他们不只吃水果，他们还吃昆虫，杂食性的啦。是，哦，睡哦。两只，然后里面那只比较绿。哦，这是青蛙。这也是青蛙，青蛙。他们都喜欢躲在这种树洞里面，而不是树洞，这种叫岩壁排水孔。因为它这个坡坎做起来以后啊，它那个水它渗进去里面，它承载量太大，所以它有做这样的孔洞，让水可以从后面的砂石区排出来。那它就变成一个这些野生动物，比如说蛇类、蛙类、蜥蜴的天然庇护所。所以你看，因为里面的湿度是很令他们躲在里面很舒服，就好像我们觉得夏天好热要干嘛？要泡水，要找凉快的地方，要找树荫下休息一样。关灯，谢谢你们，哇，好棒。哎，阿姐啊 ，Come here, come here。你看到什么了？哎，螳螂。螳螂是吗？这是吧？哦，有，哎，好大只哦！快点来看啊！真的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嘿，有啊！哎，我眼睛是超厉的。哇，这只是母的耶，我看到了。母的身体通常比较大。哦，你很凶哎！好想打螳螂拳啊！他大概觉得你是个脑袋有问题的人。小林已经躲到最后面了，你看看。小林，远一点好了，远一点。来了，小林，我拿过来有了。快点啊！它的日文叫什么 ？Kamakiri。Kamakiri， 对，这个是台湾的螳螂里面哦。我看过最容易把她老公吃掉的那一种，这么残忍。因为在野外不是像我们想象，他们有好多食物，他们只要找到食物就尽量吃啊。如果食物不够，她老公上去跟她交配了。哇塞，交配完就吃掉她，你真残忍。她咬人，会痛，而且她真的能把肉吃掉。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抓着没有东西装，她就开始咬我的手。然后你看她那个。爪子上面那个刺有没有？那勾到以后真的是会痛的哦。不然他怎么抓住猎物？背真的很像叶，他的背好像叶子，还有那叶子的纹路。对，所以你眼睛很厉害，这怎么可能看得到？是吧？艾美观察力真的超棒。像这一类的昆虫，这样的颜色就是靠它身上这些纹路、花纹啊，伪装在环境中，那像树叶，我们就看不到它了。我们算是天敌啊，超厉害的伪装秀。6个月，这个念了30年，三天，一半了 ，yes， 天哪，走，妈，我爬到3天了，哇，
啊，对不对？四 K 四 K， 好棒，终于到了。因为你们不用太开心，因为从这边辛苦一点的。对，这边开始，这边是一个路口。嗯。哦，所以刚刚我们走的是比较缓和的路。对对。然后等一下就是，这样子吗？直接嗨到高点，发地刷累。可是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一路算蛮平的，而且路上很多公共设施。你看，我们要上厕所，要休息，其实蛮方便的，对不对？我上了两次厕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小林用他的照片呢，把台湾介绍出去。这一次我们用影像把台湾介绍给全世界。哇！不用高兴，等一下我们要数3000个阶梯，慢慢的踩上去。你要跳得上来吗？爬山要有节奏，嘿！哎 ，Max， 赶快来，赶快来！在那个岩头岩石缝里面，有没有看到一只猴？我过来，哇哇，好俏皮哦，青蛙。它是斯文豪氏刺蛙，刺色的刺。但是这种蛙最特别，你有听到那个啾？哼，啾哎，对。光有打到吼，有听到那个啾的声音，有，很多人以为那个是鸟在叫，其实是蛙在叫，其实是青蛙在叫，对，超可爱，你看特别，他们都喜欢躲在这种，你看湿湿的，然后有个洞，它就躲在里面，躲在里面有个很厉害的点哦，就它叫那个声音的时候，因为它在那个空间里面，就好像音箱的共鸣，啾一下，那声音就咚弹出来，所以我们会以为是鸟在叫，对。你跟我讲这个，20分钟前就讲说快到了，对，这两个字，快到，快到。哎，小林，你为什么会哎，这样会比较好爬吗？哇，其实慢慢在变高了，这台阶真的，好，真的三叔啊，要到了吧，小林长？对。还有3分钟，哇！我们只剩下900公尺。没有心情搞笑了。哇！休息啦。啊，0.7了，好棒啊！喝水。到了。去打招呼。休息。嗨，大家，午安。多久会到？过来。喝水水。到了。我觉得这个季节刚刚好，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7月，热，夏天真的超级热，汗一直流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感觉放放松松。巴蒂已经在吃东西了。你吃什么？我已经先离线了。我已经退出群组。扎扎实实的在爬楼梯，所以你是在脸上喷水就对了。不是，这不是做效果。王美不是这么好当的，你看我现在已经，对，我没有力了，感觉越来越接近漂亮的风景。怎么啦？还没慢一点。等等我，不用跑的。山过的感受嘛。哎，不要跑啊！不是，这不是做效果。
我已经先离线了。那个 fog 那个雾比较多哎，白白的一片。我的抹茶山在哪呀？不要出来了。那边。啊，往那边看吗？对，快到。永远的快到，我们都快爬完了呢。大家。嗨呀哥。嗨呀哥。跑步跑步，这边有好吃的泡面。有吗？有，刚才路上有掉下叶子，我小时候都做鸡在玩，这是狗狗给，很可爱。对啊，对啊，你刚刚瞬间编的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路上他看我快死掉了，我就编给他玩，太强了，真的。啊，发弟来了，哎，有泡面吗？太棒了，这个泡面。今晚吃鸡了吗？给那个吗？鸡。啊，我们全身湿透了，哎，像蒸烤箱这个样子，湿被秀了，湿被秀了，已湿了。我们的抹茶山到底在哪呀？快到，我们在云雾当中，根本没有抹茶，所以我这很像淋的炼乳，白白的，我看不到。大家赶快，好，去哪里呀、啊？这边就哪里？哦，休息的地方。哦休息的地方啊，圣母山庄。哇哇哇，这个可以先休息，真的好多人哦。哇，到了耶！哇，小彪，哎呦，好香，好香！刚刚一路上我就看到，一开始就看到那个这个妈咪背着这个小妹妹上来啊，小妹妹，十公斤吧，对啊，妹妹有看到吗？好可爱哦！我刚刚在上电视，对啊，妈，我上电视了，妈，我上电视，里面超宽敞的啦，赶快来看，哦，真的，哦，不死的，我跟你讲。这边可以住40个人哦，40个，万一40个人超过了，外面还可以扎营。哇，这好棒哎！但不是你来就可以住，因为这边要申请的，你要上网跟我们的宜兰的圣母山庄协会申请，这样子你才可以来住，不然大家都进去就满了啦。但这里本来应该是个祷告室之类的吗？还是他就特别给人家住啊？这边应该。就我的了解，这边应该以前是像教堂他们在管理，然后把这边整理好，也有志工来帮忙维护，让大家能来这边休息。嗯，好棒哦，这很干净。对，感谢志工。所以要来住的话，要私讯小编，好不好？而且他们也都饿了，所以我们来煮午餐。你看，这边有牛肉干。牛肉干不是直接吃的吗？对啊，我们今天就用它来煮，因为在山上很不方便。你看，健康我爬山爬到快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尽量带干货来煮，对不对？就帮我把它这样子剥，稍微的剥一下，然后我们下去煮高汤。牛肉干变成高汤？对，它就变成一个牛肉高汤这样子。好，剥一剥。酸甜甜，但有点辣辣的沙拉 ，QQ 的，对，炒饭沙拉，对，
因为在山上的时候，我们库斯其实煮滚就丢下来就好了，就可以了。对啊，好清爽。我喜欢你放一点点橘子跟那个跟 lemon 的那个味道，对，很香，对不对？重口味，但是又清爽的一道菜。对，还蛮难形容，但是它很大，蛮好的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运气好，太阳出来了，天气好，运气好。我没人配合。看，你看，来了！抹茶山在哪？在你的右手边。的心愿，花抹茶，好喝，好温暖呐、啊！而且在这个地方，这样真的特别有感觉。其实我有一个好奇，因为这边很，虽然这边很漂亮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的环境是这种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问题很棒。你知道我们在这里会觉得风好大，云雾好大。对啊，这个环境是这边最高的一个风冲的地方，就是风很大。然后这边的风大，你就看到我们现在眼前看到这些植物好像都不高嘛，都矮矮的。它这边主要都是芒草啦、箭竹啦，没有树，没有树原因是因为风太大，树长不起来。所以看到的是一个好的环境，它都是矮矮低低的，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，全部一致性的样子。超像抹茶。学到了，学到了。欸、小林，你那个照片真的拍得太好了、啊，一张照片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台湾的美景。哇，すごい，我的荣幸。但是呢，还是有一个地点，大家看，还是有一段楼梯就可以看360度。可以看360度，那我们上去看啊。对啊，走走走走。哇，啊，看到了。看整个南洋平原，看到海耶，海边也有，真的，有山有海，还有那个渔港都看得到，太漂亮了，值得，这跟那个照片一模一样，对，好厉害，就是这个环境，哇。